好，我们就看到现在诸葛亮撂了重话，想要切割跟谢金燕的父女情，甚至呢，刚刚在画面中你也看到，他说要谢金燕呢，就算他过世了，也不用帮他来送终。话说了这么重，但是还是得不到这小燕子的回应。现在谢金燕的经纪人说这是私事，没有办法帮他发言。只是现在呢，这个亲情恐怕会化成最熟悉的陌生人，因为过去呢，这三年两个人在媒体上攻防哦，一个高调的呼唤，一个不动如山，现在看起来还是两败俱伤。